明白中心经纪，你这么反动阿妈是出名哦。放心啦，我离我回你啊，我们在阿妈身上，哎，我就是我自家的门口嘛。你想好吗？才说一九九老，是要来出货的对哦。没出货啦，我只替你安排呀。阿七九老，那就卖家用就好，好吗？卖家用啊。对啊。方伟。喂，你干嘛睡了你？你吃过这样吗？我外太久了。